谷连身制服裙搭配齐刘海包脖头造型，跳着整齐划一舞蹈。日本超人气舞团 Avangardi 受到文化总会邀约来台参与除夕特别节目演出，这次更和台语舞曲天后王彩华共同合作拍摄宣传影片。原来一个月前，日本舞团才刚快闪来台，在大道城街头动感演出艺人王彩华名曲，吸引不少粉丝刷一排爱心留言，敲碗和他合体，没想到真的许愿成真，非常的开心啊，很荣幸可以跟他们，可以喜欢这首歌一起表演，哇，这辈子永远难以忘怀的一件非常棒的事情，直呼实在是永生难忘。王彩华也透露，这次合作的歌曲舞风也和先前不太一样。不论是以红楼当背景，或是一人一杯基本标配手摇饮，直接在大马路边跳起来，都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。日本舞团 Avangardi 这次来台拍摄2024春节特别节目，不只是节目中唯一受邀的外国舞团，和国民天后王彩华合作也掀起话题，让粉丝相当期待。三立陈昭文、陈怡翔台北采访。